好了。
其实我一直想要讲一个笑话。你好多笑话可以讲。哦，这两块。没有，我想说来这边，大家来这边就开开心心的嘛。哎，讲一个笑话就算了。有那个、有三个原住民，啊不是。有三个原住民，一个就是原住民，然后另外两个，一个是好色的原住民，一个是爱钱的原住民。他们有一次去中央山脉打猎，结果迷路了十天。有一次，他们就累了嘛，后来就原住民坐在地上，突然发现，哎，屁股上亮，像有什么东西，亮亮的，对，拿起来，哎，怎么是神灯？你最好。中央山脉会有神灯？有啦，乌鸦赶快在那个分解之前，我们都是俄罗斯的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历史哦，一听到你一定会吐血。好吧，他就看到神灯，刷了一下，哎呀，真的跑出来一个神灯的那个神人啊！只是他的脸是原住民的脸，也太新的一点了，画面。你有三个愿望可以实现，赶快讲你的愿望啊！好色的那个原住民就讲。我要那个很多很多的美女，然后把我送回家，因为他们在中央山脉迷路了嘛。好，他就你的愿望达成了，去一下他就被送走了。最后他就后来就换那个爱钱的原住民，我要很多很多钱，然后把我送回家。哦，你的愿望实现，他就回家。剩最后一个原住民的原住民，他就是原住民，他就是拥有一种开朗然后热情，热天啊，然后。他就说我什么都不要，他说不行，你一定要，他要强迫他。他说好，那你给我一包花生，花生，然后50块的豆干切彩蛋，再给我3瓶米酒。嗯，他不想回家，对不对？他的个性。然后他说好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神灯就说了，你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我交代？说。拜托你把我的好兄弟叫来，我们一起喝酒。你的愿望实现了，好色的原住民跟那个爱情的原住民又回到中央山脉，跟他一起喝酒。很快，真的。是吧？热烈掌声好不好？既然大家热烈掌声那么踊跃，那我继续讲下去。不要了，我还有啊，唱歌啦，唱歌。唱歌，你怎么样？今天没有通告。舍身取义的心情来，我本来就想过没有下一次了嘛。啊，下一首歌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，我们来带快歌哦。